个人的成长过程啊，和国家确实是密切相关的。有一项工作呀，确实体现得非常明显，是吧？那就是我们国家的艾滋病防控。艾滋病呢，可以说在本世纪初啊，中部地区，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量的有偿供血者，当时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那么8到10年之后发病了，而且很多人开始死亡。当时03年的时候呢，那么一个村子一年死十几个、几十个，引起了社会很大的恐慌，而且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那么当时03年 SARS 中期，我接管了这个疾病控制，那么这是我遇到的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怎么办？当时我们去向疫情最重的河南省去多次调研。那么我们发现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感染了谁没感染不知道，国家也当时制定了四免一关怀政策，但是给谁落实？所以我当时提出查清疫情挽救生命，6、7月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登记了28万的有偿买供血者，我们查了其中25万，一共查出了21000多艾滋病感染者。那么这样呢，你查清楚了，那么就能给他们实施预防控制措施，给他们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那么我们这样一些工作呢，一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认为我们是严重侵犯人权，因为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检测呢，主要是自愿的基础上。但是后来他们看到了我们检测以后大量的提升了预防控制效果，啊，对艾滋病人的关怀效果，那么他们逐渐的也就改变了这样一些观念。你像美国 CDC 2006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修改了他们的艾滋病检测指南，鼓励医疗机构啊把艾滋病检测作为常规项目。在第1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他的讲演中间说到，是中国呢认识到了艾滋病流行的严重性，他们开始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行动值得我们尊重。所以这样一个案例呢，说明我们抓住了重点问题，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模式来应对疾病的流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这就是中国给国际社会做出的典范，让国际社会认可。那么非典的问题啊，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疾病控制问题。03年3月份，北京实际上后来的调查已经发病320例了，我们接到的报告只有20多例，这就和我们原来的信息报告系统非常落后有重大原因。我们原来信息报告系统是医生发现一个病人以后填写个纸质的报告卡，这个报告卡通过邮局邮寄到县区防疫站，然后县区防疫站再汇总，一个月以后再报到省级，省级在报到国家。所以如此之后，你怎么去应对像非典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呢？国家呢，当时的信息技术啊已经有所发展，我们用了不到1个月就把这个网络建起来了。然后呢，从4月下旬开始就全部网络报告，6个小时从医生诊断的这个病人传到国家 CDC。5月下旬呢，基本上感染者都是从患者已经被控制的密切接触者里找到发现的，所以这样呢，很快就把这个 SARS 流行就控制了。变化就是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是吧？那我们从建国初期的35岁，现在77岁了。那么这里边最重要的呢，还是一些传染病的控制，特别是使用疫苗，给孩子们接种疫苗，
啊，前不久国际上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报告了，是吧？关于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呢，中国从1990年的第110位，涨到了2015年的48位，提升幅度最快的国家。那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传染病这些控制啊，都得了100分。但是我们的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就在于这些慢性病的控制还不行。我们的中风才得了31分，我们的高血压性心脏病才得了47分。慢病控制不了，还在普遍流行，发病率很高，是不是？那你能叫健康中国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嘛，是不是？所以这是最基础的，应该说是健康中国是最基础的。所以国家为什么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